只盼早日回京城。放出宋璋的事情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要我收受贿赂，这我可不能干。姓洪的要是威胁我，我是绝对不怕。你看着办。我的县太爷，表哥，你姓什么？哼，滚！你给我滚！要不是看着你跟我有这么一点亲戚关系，我早就叫人把你拿下法办了。表哥，滚！小娟跟那个萧通安排成亲的事，那萧老爹一口就回绝了吗？嗯，对，那个萧老头啊，还真倔，还挺固执的。嗯，所以当时我要是不收场，那个局面多尴尬呀！真没想到，那个萧老头还是挺有骨气、挺傲的啊。当时啊，我还真是这个差点下不来台呢啊！这就是人穷志不短。那我还是不明白，你就是开店也应该在自己家乡开店，怎么跑这儿来开个店呢？老夫子，你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啊、哦，我怎么糊涂？你想想，我要是在这里开店，我还能来自己经营吗？不能，不能。所以喽，我必须要请人来管，来经营啊。我懂了。夏夏，你是不是要那个周小娟他们来帮你管这个店，来经营这个店？当时我一想，反正我们是要帮助他嘛，既然他们不肯接受，那我们就绕个圈子，变个花样，让他们来接受。这样名义上是我开店，其实呢是教他们来经营嘛。哦，这合着你是变相帮他们的忙啊。这样他们就不好意思不接受。哎，有道理。有道理。夏夏，那么你要开什么店呢？刚才我一想，咱们给他开一家豆腐店。对，咱们给他开家豆腐店子。夏夏姑娘，你这个话里头有毛病啊。毛病？我话里有什么毛病？
你刚才说咱们给他开个豆腐店，咱们怎么这小王爷燕老我咱们都有份啊？我明白了，香香的意思呢是听者有份，咱们三个人呢都得出一份，香香也出一份。真没想到这个丫头会想出这样的鬼主意出来，真是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你还真会抓人哦。嗯，好，既然这个事情香香都说了，那么我要问你，为什么别的店不好开，一定要开豆腐店？要给我说说看。这是因人而设事。怎么个因人而设事？你倒给我说说看呢。哎呀，小王爷，你只会武功，会诗画，这做生意呀、啊？好好好，做生意我笨啊，我没做过生意，我怎么会做生意呢？所以了，我们就得替他计划好啊。嗯，这还是在萧家他们院子里那一大堆的柴火引起我的主意。啊。什么主意啊？开豆腐店呢？非开豆腐店不成？开别的店，他们萧州两家五口人不可能都有活做，只有开豆腐店，他们两家互助合作才能赚大钱。那咱们都要好好的听听啊，这个怎么样子才能赚大钱呢？萧家父子二人现在不是以打柴为生吗？嗯，这做豆腐一定得烧柴，那这个柴火就由他父子二人来供应，就不要花钱再去买柴火了。对，这件事儿倒是很方便。那么那个萧老太太呢？萧老太太管做豆腐。嗯，不错。香香懂的事儿还真不少啊。哎呀，小王爷你不要打岔嘛。现在就只剩下周家母女两个人了。想那周老太太是个瞎老太婆，她能做什么事儿呢？哎，这豆腐店呢全得靠她呀。她呀专门在磨坊里头把黄豆磨成豆汁儿，没有豆汁儿啊就不能做豆腐。哦，那咱们平常吃的豆腐都是这么做出来的？小王爷，你在王府里住久了，这种事情啊有很多事你都不知道，连做豆腐的事可就是很新鲜的事儿啊。这次江南之游的确我们看了不少，也懂了不少。就拿这个做豆腐来说吧，啊，今天咱们又学会了做豆腐了啊。哎，这个有朝一日我这个大将军要是不做了，哎，我还可以做豆腐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干脆想想，我看呢咱们干脆就在这儿开一家豆腐店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小王爷，这种事可不是你能做的，做豆腐得三更半夜就得起来做。哦，还有，卖豆腐得整天待在店里头，随时都有顾客来，你都得招呼他，这种滋味可不是好受的。嗯，那么你说这活儿谁干呢？当然是小娟呢。哦，对，这么说那他们这周萧两家这五口人都有活干了啊。就这样经营下去，赚钱不出半年呢，那小娟跟萧统就可以成亲了。香香，这件事你确实计划的很好，不过这不过
钱是不是？嗯，钱呢？我不是说过吗？听者有份，咱们共同出钱呢。啊？共同出钱？是啊，小王爷，两位老夫子，每个人拿10两银子，请放在桌上吧。哎，等等，想想，你怎么知道开一个店要多少银子？啊，小王爷，我只是大略的估计一下嘛。嗯，要是不够的话，那这个小王爷您都破费了。这要是多出来呢？哎呀，小王爷，这做生意嘛，银子越多，那资本当然是越多越好了。到最后还是落在我身上啊！你这个小丫头，小王爷，两位老爷，香香姑娘，韩老爹他答应了，他已经答应了。韩老爹他答应什么了？哎呀，就是答应把那个店面卖给我们，我们就可以马上开豆腐店了吗？瞧得起他，是，我也是这么说。那他为什么不收下？怎么，我这银子是假的？我想，他是害怕。有什么怕的？神不知鬼不觉，银子收下，把送账一放，不就结了？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呐，不简单。他还有什么顾忌？一个七品的小县令，就是不做有什么了不起？趁势，就是他就是怕丢官。我也曾经威胁过他，我说啊，咱们能让你做官，也能让你丢官。他怎么说？他说就是把官丢了，也要跟咱们干到底。他这么不识抬举哦，他还想做清官呢、啊。我没想到这个人呐、啊、本来是唯唯诺诺胆小如鼠的一个人，他这次怎么会硬起来非要跟我们干，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搞懂这个事。这个事不太简单、啊、恐怕他后边有人会撑腰、啊、老爷，我看呐、啊，这宋章那个小子也不是什么一个好货，干脆就让他坐坐牢好了。这你说倒轻松啊，那我500两银子不是白泡汤了？那你的意思？爸，我钱丢了，哎，我人总得弄到，我两样总弄一个吧，这还不简单吗？喂，嗨，把那个小娟弄来不就成了吗？反正他那个瞎眼的妈妈知道谁干的。这怎么办？地方上
放在这老百姓那还有什么好日子可过？是是，小王爷，关于这个姓洪的事情，下官还没有听说过，下官一定要把它查清楚。小雨，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全部告诉沙董啊。是，据说那个姓洪的是明目张胆黑道上的人物。他是黑道上的人物？是啊，听说他们在江南各地都有分支。哦，这倒是我想不到的事啊。可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小雨，那么他们有没有犯过案？有没有什么不轨的行动？据说他们从来没有犯过案，也没有什么不轨的行动，只是有的时候为了个人的私怨有私斗。哦，那么这样说他们是不做生意呢？那不做生意他们靠什么生活呢？这就不清楚了。嗯，小雨，你不是说你进去过吗？哎，是啊，就是那天晚上嘛。本来啊，我是故意被他们擒住拉到馆里面去的，可是本来是想打听一下那里面的内情。看到什么没有？什么也没看到，也没有机会看，就被郭大哥给带回来了。我啊还一直怪他多事呢，不然的话，我可以多观察里面的事情啊。这件事情啊一定要给他查清楚，不然的话那可真是后患无穷啊。哎，我也很奇怪，他们不做生意不做案子又不打家劫户，那么到底是靠什么吃饭呢？这就是问题了，一般官员不清楚。侯爱平啊，兄弟一定要查清楚，一定要彻查。小雨，那么那个周小娟她又怎么会跟那个姓洪的扯在一块儿呢？那个周小娟的舅舅啊，就是什么宋章，哎，他就是专门在那个姓洪那儿的混混。小王爷，这个事儿你也知道吗？这个宋章呢，他是为了个人满足个人的私利，所以啊，他才利用周小娟料理父亲的丧事为由，把他的外甥女儿就给卖给那个姓洪的了。卖成了没有的？听说宋章跟那个姓洪的谈了500两银子。500两银子，这不是小数目。是啊，可是他并没有给周小娟，要是给了周小娟，周小娟也用不着什么擦草擦草卖身，那也扯不出那个姓洪的事来了。我懂，宋章根本就没有把钱交给周小娟，所以周小娟才会去插草卖身，是吧？是啊。哦，这样说来，那个姓洪的出了银子，可是并没有得到人。就是嘛，所以啊，那个姓洪的心不甘，就逼的那个宋章，所以才出了那个抢人的下策。这个银子是不是宋章给他吞了？不过据说这个宋章平日啊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而且我想可能是他把银子都给花后光了，所以啊两头都无法交代。所以只好就去欺负那软弱的一面，硬要去抢那周小娟，把他给交给那个姓洪的，对不对？这可恶，这样说来那个宋章真是可恶到极点了。小雨已经把宋章送官法办，那个姓洪的他一定不甘心，他一定会亲自去抢周小娟。小王爷，香香姐姐现在正在周小娟家里呢。好啊，下官在。
你陪两位老夫子聊聊。小雨，咱们走。是。小王也在帮你们的忙，丁香姐姐，那你就先替我代为先谢谢一下小王爷。好，那我走了，可别忘了明天早点来帮忙。你放心，我心里呀比你还急呢。好意来的，丁香姐姐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来对付他。朋友，你们来找谁的？找谁？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你们是哪条道上的？哎，关住了，这小妞讲话还蛮有点江湖味儿的。关住，我听李四说，这个小妞叫丁香姑娘，很厉害呀。看样子还蛮有两下子啊。岂止有两下子啊，恐怕咱们三个人呢都对付不了他。哎呀，你怎么长贪智是灭自个儿威风，凭咱们三条大汉还不如小妞。关照，当初宋三爷就败在他手里，宋战什么东西，他只不过会的三脚毛四门斗那点把式。关注，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，有这个小妞在这儿还挺扎手的呀。我倒不信，我倒要试试她有多厉害。站住，话没说清楚之前你们再往前走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丫头，你口出狂言，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？哎，关主啊，这不是口出狂言，是真的哟。对，我们还是进去吧。不要怕，进去也是躲不掉的。可是你现在只有一个人呢。别担心，我对付的人他们有三个。没关系，我应付的。冰箱姐姐，你就别跟他们斗了。这种狂徒我惩治他们，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。丁香姐姐，他们可能是姓洪的派来的。谁派来的都没用。我们可是河水不犯井水啊，我们彼此之间没什么可打的，也没什么好斗的。我是冲着那个周小娟来的。冲着谁来都是一样。哼，我看那不一样。我告诉你实话吧，我是花500两纹银打他舅舅宋章手里的，把他给买下来了。卖人口是犯法的，我们花钱买人那是根本办不到。哼，我就要办得到。上，住手！追了。
香香，小王爷，小军，叩谢小王爷。今天还要小王爷劳神，真是罪过。没事就好，啊。深更半夜的，你一人躲这儿干嘛？谁说我躲这儿啊？我是坐在这儿歇着等人。这是深更半夜在这歇着，在这等人呢、啊？怎么不行吗？这，行行，哎对，我要赶路了，我先走了。慢着，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等的人就是你。这，等我，等我干嘛？干嘛？自个儿心里头有数。我，哎，姓关的，我跟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干嘛老跟我作对？不是我跟你作对，是你跟王法作对。谁说的？我说的。凭什么？就凭这个。我的银包吗？不错，是你的银包，是你昧良心赚来。我的银包交给他们了。是啊，是你交给长期他们，让他们偷运到太湖去的，是不是？说。长期，不远，就在你后头。现在骂也没用了，我看你也乖乖的束手就擒吧。我看你是在做梦啊。姓郭的，你这样做你不怕江湖人骂你吗？行得正立得正，没什么好骂的。哦，那难道说你不怕我各地分支的势力吗？我郭怒一只胳膊一把钢刀走遍江湖也没怕过谁，你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吧。好，嘿，哎，哎，哎，快快走到这边。多谢大侠相助，这两个人让你们带回去吧。啊，还有这个东西要拿回去交差。大侠急用，不必啦。Nice.
官不知道吗？下官，下官知罪，下官失察。听说这洪宝贵的人各地方都有，这个你也不知道吗？这下官只知道他们是做生意。哼，做生意为什么不正大光明的立个商号？做的一定是非法的生意。这下官失察，下官失察，失察。失察并不能推掉你的责任，你是一个县的父母官呢，怎么能够不闻不问呢？是，这下官。哼，不要说了。这儿的地方官是哪一位啊？下官无锡县陈实。你这地方上怎么净出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啊？下官不知，下官失察。失察？失察就能推卸得了责任吗？我问你，你县里头那个姓洪的，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知不知道啊？是，下官，刚才下官已经向沙大人回过话了。哦，启禀小王爷，无锡县刚才说，这个洪宝贵他是做生意的，至于做什么生意呢，还没有查出来。启禀大人。大人的话，小子在管理后院的地窖里搜到的，足有300大包之多。是，下官让他们搜这个地方，搜出来，一共有300大包。那洪宝贵做的生意，原来就是贩卖私盐的生意啊！啊！启禀小王爷，这贩卖私盐获取暴利，所以他们防范的十分严密。哼，居然胆敢贩卖私盐，谋取暴利，这批恶徒简直是胆大包天，借着违法赚来的银子任意的挥霍，仗着财势欺压百姓，真是罪不可赦。喂，下官在。查明之后一律罪加一等严办。是。无锡县令办事不力，一并一除。是。火速传令各州县府，查封各地与洪宝贵有关之分支，将一干人犯缉捕到案，一并办理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小娟的大恩大德，
小娟永名肺腑，只要有朝一日用得上小娟的，小娟当效犬马之劳。不必说这些客气话，你这是？这是一盒景春的雀舌牙，献给您，聊表称心，家父在天之灵也能安心了，还望小王爷能用笑纳。不不不，既是景存的，你就应该留作纪念才对。王爷，谢谢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盒仅存的之外，我还有一些零星的，我都带来了，我让肖通去泡了，请两位大人还有小雨姐姐跟丁香姐姐让你们品尝一下。来，喝茶喝茶。清香甜润，而且余味更甘，这是茶中的极品啊。老夫子您喝过？那还是在十年之前呢，朝廷有一次阁议啊，是皇上赐饮的。从那儿以后呢，再就没有喝过了，也不过就这么一点点啊。今天这一喝，使我想起来了当年的情景。好，哎，好，老朽也是喝过那么一次，哎，到现在还没有喝过。清香，清香。照您这么说，这茶叶真是弥足珍贵了。是。称得上是珍贵。听说啊，这种茶叶是妙用无穷啊，可以去心火、润肝肺。小王爷，请您务必一定要收下。这，看来我是非收下不可了。这叫受之有愧，却之不恭啊！啊！小王爷，还有一件事情要让您知道。什么事啊？我跟小娟已经义结金兰，我是姐姐，她是妹妹。哎，好极了！小娟，您要认了她做姐姐，这天底下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请吧。请到哪儿去啊？小王爷，你先跟我们去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。请进。
姐。姐，大家里面请。张之喜，每人送豆腐干一块啊！来，送豆腐干来，来四个二，一块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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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啊，对了，我要后安去办那个插槽卖身的习俗的事儿，你办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刚才您来的时候没看见呢。告示已经贴出来了。哦。